1938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谁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用科学理论证明了物体。啥玩意儿这么长？哎，我不跟你说这个了，我自己都念不下来，好难呀！我的天，啥也不是啊！啊，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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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历史上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是谁？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是谁？历史上唯一当了一次三次皇帝的人是武则天。你是好厉害 DJRR。 来，我给你一个选择啊， A 光绪， B 朱祁镇， C 路易十六， D 溥仪。溥仪不算了啊，我就告诉你啊，应该是 D 啊，应该是 D。 好了，下一个孙子没过站的记得过一下站台啊。好了啊，你一道题没答对呢啊。下一个，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是哪个？三二，青藏高原。一，对，答对了。好，下一个，在下雨天气驾车时，刮水器故障无法刮水的时候应该怎么做？A 自己动手拿雨刷刷， B 减速行驶， C 正常行驶， D 减速靠边停车。三，哪个？减速停车啊。 OK， 答对了啊。你现在答对的是我们的两道题了啊，还有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看一下啊，这好，当哥伦布一只脚迈上新大陆之后，紧接着应该怎么做？三，再把另一只脚迈进去。好的，答对了，答对三道题，也是三道题啊。一会儿狗蛋中年，你俩加油啊，必须答对四道题才能把他们两个碾杀啊。又是黑幕，每次对志愿团怎么这么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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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碰上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收好了，狗蛋儿来开麦啊，代表我们的游客宝贝们的狗蛋儿啊，狗蛋儿，谢谢我刚刚简单哥送来的这么多的礼物啊。狗蛋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第一个，创造出望闻问切手段这个诊断手法的名医是谁？华佗。华佗。不对啊。三，扁鹊啊。好的，答对了，你下次我就直接倒计时了啊。一个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什么族？少数人口人口最多的是什么族？三二，回族吧。一，停。好了，答错了，应该是壮族。壮族啊，兄弟们，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家战战团，能不能开通一下呢？现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咱们还差19个。咱们那么多游客宝贝们，现在我们的游客代表搁这答题呢，能不能加加油，帮帮忙，把这战战团一起来往上上一上？只需要花1块钱开通一个月的战战团，这也太卡了吧！简单哥，我们怎么不卡呀？你怎么那么卡呀？快点，兄弟们，咱们现在还差我们最后的17个小伙伴们，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的话，一起来把我们的小猪妖开通一下啊！还差最后16个，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过啦？随机可以获得我们家的蓝马的啊！咱们集结已经过了，现在就差召唤了，还差最后15个人，15个小伙伴们，你们在哪里呢？11个。我去，这么快，2个，就差2个人了啊！好了，够了，谢谢兄弟们，感谢兄弟们，包裹里面的免费的真爱礼物记得送一下啊！免费的真爱礼物记得送一下。OK， 好，刚刚我们的那个狗蛋呢，答对了一道题啊，答对了一道题。下一个题啊，下一个题，《西游记》中，感谢我们的，哎，这个字念什么呀？这个就是经常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叫什么乙名吧，叫是叫乙名吧？啊，感谢我们那个宝宝送来礼物啊，是不是？啊，无名啊，是叫乙名是不是？哎呀，我老害怕我念错了。就之前的时候有老多人唱歌什么的啊，然后不知道他是哪个歌手，就写上乙名。嗯，谢谢啊，感谢乙名大哥啊，谢谢乙名哥哥，谢谢谢谢。来，狗蛋啊，你的第三次机会。《西游记》中火焰山位于哪个省？谢乙名哥哥，谢乙名哥。嗯，三二一，新疆。
新疆，好，答对了。下一个，手臂上一条条的青筋其实是哪一个血管？三、二、一。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你能看出青筋啊？静脉血管，静脉血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答对了就和他们一样，你要答不对的话那你就嗝屁了啊。好了，一对情侣买了一块月饼一起吃，女生吃了七分之三，男生吃了七分之四，男生比女生多出四块钱，请问这块月饼多少钱？算一下啊，男生比女生多出了四块钱，女生吃了七分之三，男生吃了七分之四。三十八，二十八。哎，你们怎么算出来的呀？要我得算老半天才能算出来，你们咋算出来的呀？对，应该是28块钱，这块月饼28块钱啊，也是答对我们的三道题啊，恭喜我们的游客宝宝们。活该你单身，你不应该把这28块钱全都自己出了吗？四乘以七就可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好啦，下一个我们的中年，我们的跑操团啊。哎，跑操团不是嗝屁了吗？刚刚不是该跑操团吧？是子爵团啊，把子爵团，我就说他已经给嗝屁了啊。然后子爵团三阳复活的啊。三阳第一道题，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因为什么？感谢令狐冲啊。脱落酸。哇塞，666一道题，谢谢我一鸣大哥，谢谢。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他竟然知道他。下一个，下列名茶中位于啊福建安溪的是什么茶？A. 龙井 B. 碧螺春 C. 武夷岩茶 D. 铁观音。铁观音。回答正确，可以的。可以啊，你马上就要超神了的呀。下一个，如果诸葛亮活着，世界上现在会有什么不同？诸葛亮如果现在活着的话，世界上会有什么不同？多一个人。是不是剧透了，小小梁？你们怎么知道的呀？像这种题打死我都猜不出来的。没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世界上多了一个人而已。三道了啊，下一个。下一个啊。我国面积最大的平原是什么平原？三、二、一。最大的面积是东北平原。东北平原啊，没答对，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三阳。如果说这对题你要答对了，在3秒钟之内，那你就直接获得了我们的胜利，直接撵上他们，一路突破重围，从我们的复活赛直接拿到我们的冠军。那如果你要答错了的话，那就要继续跟我们的三胖子还有我们的乔妹儿啊，开始我们的进，他们都是三道是吗？啊，他要给他们那什么了。好啦，最后一道题，比较难啊。我国战国，谢大哥送来鱼啊！我国战国时期之前，七尺男儿是形容男子什么属性 ？A. 外貌 ，B. 品德 ，C. 年龄 ，D. 身高。什么玩意儿？平面回答。三。身高。二。一。答案是什么？身高。年龄。年龄的，长见识了吧？我也是刚长见识。谢我们的龙少，谢谢。欢迎我们的龙少，谢谢龙少，谢谢，给我们家龙少晚上抱一下。谢谢我一鸣哥哥啊，一鸣哥如果不好玩的话，给晚上抱一下啊。对对对，没不知道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的三胖子乔妹还有我们的三羊够都各答三道题？然后我们的狗蛋答对几道？狗蛋答对几道？刚刚，谢我一鸣哥哥啊。两道是吗？两道还是三道？狗蛋儿，
三道是吗？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抢答环节了啊，抢答环节了。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出五道题啊，抢答最多的咱们就可以直接拿到冠军了。我给我一名哥哥上个马甲啊，都是三道题。好的，那他们都是一看都是求生欲都特别强的啊，就是全是三道题。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出我们的抢答题了，你们记得啊，记得把你们的麦开一下，看网速了啊，集结已经完了，集结已经完了，看网速了啊。给大家出一个稍微难一点的，我国最大面积的盆地是什么盆地？吐鲁番盆地。还有没有别的啦？四川盆地。还有没有别的啦？哈里木。好的，乔妹儿答对了，乔妹儿领先一分。塔里木盆地，你们搁这儿，你不要看公屏，他们忽悠你们呢，忽悠人呢，在这儿，哎呀，还在这什么呢？好了，下一个啊，下一个，秋风万国芙蓉，秋风万里芙蓉国，形容的是我国哪个省？秋风万里芙蓉国，形容的是哪个省？湖南、哪个省、安徽、四川。恭喜乔妹儿，湖南答对了。开始懵了，你是属于懵的，你乔妹儿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你再这么懵的话，你回头就作弊呀、啊，算你啊。好了，下一道题啊，乔妹儿，你要再答对一道的话，你就直接胜利了啊。中国夏季最热的地方是什么？中国夏季最热的地方是什么？新疆吐鲁番。好，恭喜我三爷答对啦！吐鲁番盆地。下一个数学题，哎，狗蛋儿，哎，狗蛋儿人呢？三阳，你们俩干啥呢？狗蛋怎么掉了？快把狗蛋放下来！狗蛋怎么掉了？快把狗蛋掉上来，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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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嗯，没事没事，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别投了，别投了啊！没欺负人，谢我一鸣大哥，感谢一鸣大哥，一鸣哥，我一会儿给你唱歌啊，又给你唱歌。下一个啊，数学题，下列答案中哪一个与49、84、91有类同关系？49、84、91有类同关系 ，A61、B24、C98、D102。102。第二是什么来着？24。98。24。好，谁说的98？我。三阳是吧？三阳好，三阳得一分，因为都能被七整除。嗯，说了数学题，数学题很难的。老蛋又啊、哦，老蛋没掉，上来了，上来了。感谢我们的鲁班团团。好啦，再给你们来一个啊，来一个啊，来一个简单一点的，抢答了啊，抢答了。白雪公主这个形象最早来自于 A 格林童话 ，B 伊索童话 ，C 2924直播间 ，B。D 安徒生童话，抢答。安徒生童话。安徒生是谁？是三阳。最开始那个什么来着？哇，滚蛋！人家人都答对了，人家人家都答对了，人家三阳。哎呀，还搁这问第一开始谁了？人都答对了，安徒生童话里面的白雪公主。好，三阳两个了啊，三阳两分，乔妹儿两分啊，三胖子一分，狗蛋儿零分。狗蛋儿和三胖子，你俩下去吧。没有机会了，乔妹和三阳进行我们的最终对决。乔妹加油，三阳加油，那就是我们真爱团和我们的那个狗蛋死老惨了。本来他就是个手机，他就是有延迟的，然后完事儿呢还掉了，哎，没事啊，游客宝贝们啊，没事的，再下次有机会的，下次有机会的啊。狗蛋表示不服，感谢我兵哥，谢我兵哥送来的礼物，一级小猪牙可以再开通一下，就过一下战战团什么的，就两级了啊。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最终环节了啊！哪个团能获得我们最终的520块钱的红包，就看你们两个人发挥怎么样了。五道题，只要优先达到三对的，那就直接获胜了，好吧？谢谢，感谢大哥啊！第一道比较难，哪座？谢谢我们的小智啊，智子不用耍了，一会儿连你了。等一下啊，哪座具有国际影响的灯塔，又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 ？A. 老铁山灯塔 ，B. 花鸟灯塔。C 老铁水灯塔 ，D 花草灯塔，三、二、一 ，B 开始。恭喜乔妹儿，第二道啊，就是我们的花鸟灯塔。恭喜乔妹儿啊，一道题。好，下一个，这个属于送分题啊。有一个东西，当它是气体的时候，它会使人受伤；当它是固体的时候，它会使人着凉；当它是液体的时候，它会使人窒息。请问这是什么东西？谢一鸣哥，谢倾城，水水，好的，三阳得一分。OK， 一人一分了啊，一人一分了啊。下一道题，下一道题，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哪一个国的妇女斗争而来的 ？A. 英国 ，B. 美国 ，C. 加拿大 ，D. 中国。开始，中国，法国。都错啊，是美国啊，错了也就错了，也就错了，是美国啊，是美国。下一个啊，我给你们来一个送分的题，就看你们谁快了。我说完了，我说开始，你们一起抢啊。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的是什么乐器呢？开始。哎，你们俩行不行？不行，我来了。好的，恭喜乔妹儿。琵琶，这我说了送分齐了，你俩干啥呢？在这儿？那就俩混子，就不像我这纯凭知识上的。刚刚有个宝贝还说了个算盘儿，那是乐器吗？还算盘儿？好的啊，来给大家来一个数学题。小明有三个苹果，小红有两个苹果，小丽有一个苹果。现在小明给了小丽两个苹果，小丽给了小红一个苹果，小红给了小明两个苹果。请问三人一共有几个肾？三个肾。六个肾。六个肾。恭喜三人。你们在想什么呢？啊，恭喜三阳，连想苹果呢？你想苹果呢？三阳是不是两分了？啊，乔妹几分了？感谢我一鸣大哥，那谢一鸣大哥，谢谢。我刚问了，三阳已经三分了是吗？三阳你是三分了吗？都是两分是吗？好的，最后一个题了。最后一个题了啊，来给大家来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活常识，不是生活常识啊，就是一些知识啊。动物中是哦，我之前答过这个题。再一个啊，国际上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什么人发明的？印度。恭喜乔妹儿答对了。好的，最终我们的乔妹儿代表我们的真爱精英团获得我们520的红包福利。三阳犹豫了一下，三阳犹豫了一下。好的，好的 ，OK， 好了，今天我们的答题环节呢就到这个地方了啊。然后玩了我们那个将近小一个小时，然后最终呢是我们的真爱团获得我们的胜利啊，恭喜乔妹儿。然后这样的啊，我就在这个群先开着吧啊，这个群开着就行了。谢谢我们的初夏，感谢初夏宝宝。然后完事儿啊，完事儿的时候我给你们发520支付宝红包，把这个口令呢发到群里面，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群去抢红包去了啊，520红包，好吧？嗯，好啦，然后把我们这几个宝宝给往下抱一下吧。欢迎我简单哥啊，简单点大哥，谢谢刚刚你送来的这么多的礼物，还有刚我一鸣大哥卡的黄送来的礼物，谢谢。找一下我们家小智子啊，我们的瘸小智，不要啦。你们这群盲流子啊，我到时候给你们发，你们就抢就行了。你爱要不要，你绝对放心好了，几秒钟就会没有的。像你们这种人真的是口是心非，哼，男人。The best
music mix。关键是抢不到，没事的，520我可以给你们发100个，100个人抢的话应该有你。来来来来，找一下我们的小智啊，我有点那个什么，我先去开个小车。嗯，这个520给乔妹自己吧，他专利给人，他有工资没有关系的，这是给你们的，代表你们团的福利的，代表你们团的福利啊，不要了也得要啊，紫月团的兄弟们，你们就等着就好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的时候再该到你们就是你们了。什么时候发？我下播之前的时候就发啊，我下播之前的时候就发。受伤很深，怎么的了左建哥？你是歌名叫受伤很深，还是你怎么了？是个歌名吗？还没有，嗯，他受伤了。你先等我一下，让我们的智子给大家打个招呼，我马上回来，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上一次和老大连麦的时候，也是连了他就去上厕所了。大家好，我是智子啊，我是我们911的一个老主播了。这个游戏真好玩，我觉得大家的智商都好高哎。我也听题了，但是我答不出几个来。大家好，我不是队员，感谢大哥的礼物，谢谢。把猪头吓跑了，谢谢大家喜欢，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回忆，欢迎大家来到2924。好久不见，宝贝儿。老大好，确实好久不见了，欢迎我们的智子啊，感谢刚刚炸粉哥哥，谢谢我们的陕西人，谢谢谢谢谢。八级可以进什么群啊？都可以的，有爵位可以进爵位群，然后那个有子爵可以进子爵群，然后八级可以进我们真爱群。终于又看到，这才是女人，你往后撤撤我看看。这是一件很宽松的衣服，哪女人了？你们怎么看出女人来了？我不一样吗？真的是我的天。他其实身材挺好的，他身材确实挺好的，我今天穿这个衣服也挺显的好吗？感谢我们的陕西人大哥，谢谢陕西人哥哥啊。我们的小智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你是没有开播还是怎么的，有事还是怎么的，还是一我怎么感觉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我一直在开播，我八月每天哪个点开？晚上10点钟到点哦，就10点之后开是吧，开到凌晨2点，每天都是这个点吗？每天现在下午也会开，下午一般在5-6点开到9点。那你就是上午睡觉，晚上下午开播。对。啊，好吧。还会去上一些课，就是健身啊，然后上舞蹈课。你哪来的时间再去健身呢？健身一般就安排在就是下午的4-5点这样，3-4点。能早一点就早一点，1-2点也行，也上。真得看看人家，我真的是确实欠锻炼，真是欠锻炼。你觉得健身管用吗？管用，真管用是吧？我之前是110斤，然后现在是100斤，因为我你要减肥呀。不是吃瘦了，对，但是正常来说，健身的人他身上的肌肉会重，看起来会瘦，但是实际上体重会增加。看我肌肉了吗？我觉得我不健身我也有啊。不健身我看到我的肌肉了吗？兄弟们看到我沙包大的拳头了吗？很结实的，虽然不健身但是我也挺厉害的，哎呀可硬棒了啊，啥也不是啊，你这是肥肉。我不能再瘦了，我再瘦没有了，我现在就80斤，我再瘦都没有80斤了好不好？可以丰胸，你想多了，那玩意儿他就是把那个把你身上的肉变成肌肉了都。练练瑜伽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啊。对，瑜伽也好。嗯，感谢谢刚刚战魂哥啊，咱一会儿的时候唱唱歌什么的啊，先让我们的小智给大家来一首歌吧，让我们的智子给大家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咱们大家记得点一下我们宝贝的关注好不好，感谢我们的战魂啊，都记得喜欢这个女孩子的话，这个非常可爱非常有气质的女孩子，给她点一下她的关注来吧，亲爱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大，谢谢，给大家带来一首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是真的爱过，所以我才认真把握，不知不觉陷入爱的漩涡，抓不住
解救的绳索，我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从没问过爱的结果，可是你一次一次的出卖我，一次一次让我难。就唱到这里了。好的，感谢刚刚我们的白哥啊，谢白哥送完丘比特，谢我们家兄弟们送来的礼物。有人问九五幺零零是谁的工会？九五幺零零是我们九五幺的联营工会，九五幺是我们五四三的联营工会啊，都是属于我的，都是我的。欢迎我逆光宝宝，欢迎逆光宝宝啊！咱们大家如果说智子宝宝，哎，你们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智子？就感觉他的麦克风稍微有一点点的刺啦声，有没有？ID 好，我要去弄个马甲啊。可以的可以的啊，是不是有一点调一调啊，回头你调一下吧宝宝，我听着是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有一点点的小杂音，一点点啊，不是特别什么，但是一点点。嗯，他的 ID 是26252啊，兄弟们，咱们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质子啊，感谢我们的逆光宝宝，有点炸麦了啊。有人说光看美女了就没有注意了，没事的时候回头的时候让我们的智子宝宝给大家再给那个调好了之后咱们再过来一趟，好吧亲爱的，那下次过来的时候准备一下咱们玩玩游戏什么的，好吧，好好、好的，那这样呢咱们大家都可以点一下我们智子的关注啊，然后把我们智子宝宝的关注给他点一下，等到下一次把那个麦克风调好的时候呢咱们再跟他连麦啊。好了，那我就先取消一下我们智子宝宝的连麦啊，他今天麦克风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好的亲爱的，拜拜拜拜拜拜老大，拜拜拜拜，哎，以后的时候咱们那个每天都要拿出一个环节来专门的那个连一下我们九五幺的主播啊。好了，欢迎我逆光宝宝啊，然后感谢我刚刚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对我的陪伴，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的出题环节呢已经到此结束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我把欢乐散步，你收到了吗？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
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有空的话就过来看看我，就是也不怎么，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是有空经常过来看看我。但是确实福音哥确实已经一两年了吧没有来了吧。我也学包子研究生去了。你现在研究的怎么样？包子研究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所成的，没有，还没研究成的。嗯，谢谢，感谢我们的小康笑，谢谢。没事，这个歌不费嗓子，哪有一两年的，这十个月。啊，恭喜哥啊，这个 好长时间不见，你都有对象了。当年我福云哥对包子可是可好了，啊，还是我们包子家的 VP 呢，忙着结婚了是吗？哎，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啊！改天哪一天有空的时候，嫂子不介意你玩歪歪吧？要是不介意的话，改天带着啊，哪有一年？大闸蟹，那可不就一年了吗？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大闸蟹嘛，就一年了嘛。那要是嫂子不介意的时候带过来，我们都互动一下，聊会天什么的。我们家往事说研究做包子吗？今天大闸蟹都吃了，封住他口了，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那就好，那就好。感谢我们的栀子宝宝，谢栀子宝宝送来的鱼啊。嗯，包子是我们家之前的 VP 啊，他是研究生啊，不是研究做包子啊。那个往事肯定是个小新主啊，他啥也不懂。哥哥回头的时候早生贵子啊！谢谢，感谢刚我左肩大哥，谢谢我左肩大哥，还有我们今天简单点哥哥，你们想听什么歌的话，尽情的点啊！感谢我栀子宝贝儿，谢谢刚我白哥啊，谢。好久不见了，一来了就听到你这个好消息，特别开心。那怎么的，大哥回头忙完了是有空回来了，还是就是今天今天有空过来看看我呀？谢谢栀子宝宝啊，感谢我们家栀子宝贝儿，谢谢。回头你把你的麦克风一定要调好啊，调好的时候咱们再来一下啊，感谢干我逆管姐姐啊。祝福啊，然后送给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们啊，希望你们那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实中也好，网络上也好，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欢迎我山里红哥。那好的好的，趁着大哥大姐都在，要不然咱报个仇啊。了无牵挂，何必还在那儿苦苦的挣扎？不是说过了要学会遗忘，
飞转的时间回不去了，留下的伤疤还停在那个地方，不敢去触碰，怕勾起感伤。用多少时间让自己坚强，不想再迷惘或失去方向。我已经爱过了，我已经伤过了，我已经不敢回头面对了。我不再害怕寂寞，不再害怕孤单，如今的我已经变得很勇敢。不想再为了爱情掉眼泪而心碎。勾起感伤，用多少时间让自己坚强，不想再迷惘或失去方向。我已经爱过了，我已经伤过了，我已经不敢回头面对了。我不再害怕寂寞，不孤单，如今的我已经变得很勇敢。我已经爱过了，我已经伤过了，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不想去恨谁，不想去怪谁，不想再为了爱情掉眼泪。我已经爱如今的我已经变得很懂我啊，哪一半？我已经爱过了，我已经伤过了，给我发脾气就让我听他唱歌了。小兵家们，你们真的你们看，不想去恨谁，不想去怪谁，不想再为了爱情掉眼泪而心碎。说了，刚把这个歌唱完的啊，我要回来要星来了。这赛季咱们都起，哎，不是，你这会儿是卡了是咋的啊，铁子？这暂无是啥意思啊？哎，我也是呢，可能是我太漂亮了，照片无法显示。你别闹了，你那青铜都没有，你这真的咋事？你是不是刚注册的号啊？你刚注册的号啊？不是，我青铜二啊，我比你多呀，我怎么星星没了呢？我换卡啥也没有啊，咱今天感谢逆光宝宝，谢谢。开始呗，二长呢？哦，他一个月一次呀。对他九月一号清空了。好坑啊，我好不容易打到青铜二了。老我青铜二都卡快一年了，压根儿没上去真的。哦，一个月一次，我以为一直都有呢。感谢我春哥，谢谢我不言哥哥，谢我男友。来吧，我今天我就来给你要星来着，你昨天把我揍了。我说了我还会再回来的，今天正好大哥大姐都在，我就给你报个仇。你不好了。中午你说你下午你那整棒老弟，你说你咋事大哥呀？咱俩白聊了，我看微信呢，这一块，这给我垫的、哎。
哥哥才回来，之前的时候吧，我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去台湾了嘛，然后刚回来，然后哥哥那个时候想看我来着，我没开播，然后后来我开播了，大哥不得意思一下，是不是？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我墨啊，感谢墨，那开始吧，来吧，咱一人一半时间呗。我刚唱了，时间给你吧，先。好嘞，欢迎兄弟们，欢迎兄弟们，欢迎兄弟们啊！兄弟们呐，咱那个别唠别的了，行不行？这都这样了都啊，那安排那安排吧。使劲上上。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我恋儿。大家该刷星星刷星星，该抽的抽这一抽，给我追一追。时间给那个给文文文，你拉拉票，我歇会儿，不用，我这嗓子不行，滋不滋不的。好嘞，我拉票吧，说话的兄弟们都一起往上上一上。来，现场的所有的兄弟们，咱们大有礼物的一起来，跟着我大哥大姐姐，欢迎我木哥！我去，大哥们都回家了，欢迎大哥们！谢谢各位大哥，谢谢我刘翔姐姐，谢谢我。幸亏家里大哥今天都回来，要不然我这把死老惨老惨了，真的。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呦，你这鱼放的，这都是我福云哥放的鱼是吗？都点不了本场贡献了那个。哎，人呢？滚刀是不是？他在说话吗？你出来呀、啊！你出人呢？卡了是吗？他开车去了。啊！我黑皮闹了吗？没说话呀。